这个干燥的面具，我们在喉咙最后一个干干的时候，它一样至少会有三段的味道。所以一个今天一个比较成功的一个花老板，茶花的三段，理论上它味道会呈现黏糊，至少要两段，这可能要前中味或者前后味或者。我们是吃柔和的哦，再配个甜点更赞，对吧？我们先拿了五瓶甜的，一个咖啡蛋糕那来。因为我刚才说这个你给它泡越久当然是没关系，可是它味道就越来越浓，越来越浓，可是它浓到一个极限就没有味道。那所以说，因为我们刚开始可能先用完三分钟，其实它到第四分钟、第五分钟、第六分钟还会有释放一点味道，所以慢慢等一下它会越浓，所以等一下可以去加一点。对，它越好喝没有错，可是有时候就是过的。甜点女生会喜欢，你知道吗？甘菊跟甜味会修在一起。那如果还有时间，其实你想，醋酒小姐的跟甜美，而且还带的。好了，怎样？所以讲呢，这个就是咱们现在是花钱来。